这种时候，女人的第六感确实是连科学也解释不了的东西。我敢想，他们要是真的就怎么办？哎，哎，不想了，再想我要变身了。变什么身？就变成那种哭哭啼啼我们最讨厌的女人啊。别傻了，就是想太多了，恋爱谈少了。该不会变身僵尸？外国人被我咬一口，来吧。好了，别敏感了，还有我在。这样吧，你要是还不放心，我给你介绍个高人。高人，你们要明白，这个项目的重点不是大方向，是细节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定要把细节给做好了。电话。重要的话，出去接完了再回来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安飞。我再强调一遍，开会的时候把手机调到静音或者关掉。喂，大姐，我开会呢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指点迷津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行，行，行。奇奇怪怪，你长得这人行不行啊？见了你就知道。你找的那个高人不会是他吧？啊！我真想咬不死你！干嘛呀？小鱼最好的哥们，你找他干嘛呀？就是因为他是小明最好的哥们，才能知道你想知道。走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走，跟我。未明白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跟江小鱼是不是铁哥们？当然是了。那他有难，你到底是帮不帮？义不容辞啊。嗯。你是不是在套路我呢？什么套路你啊？就问你帮不帮？帮，我当然帮了。我现在就问你一件事儿，他跟那个姓苏的，就是那个苏婉晴，到底什么情况呢？没说情况，什么什么情况啊？你到底说不说？不，人家俩正常的工作关系啊。江小鱼这么无聊的人，苏婉晴怎么可能看上他呢？那江小鱼呢？他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。小鱼一向是用
专业的技术去跟客户打交道的。魏明白，我们做人能不能坦诚一点？我刚才说的话，比对我妈说的都坦诚。总不能别跟我扯那，不扯那没用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哥们儿讲义气是吧？没用，他现在将来要面临特别危险的情况。当然了，你们俩不一样，人家是有妻子孩子的。什么意思啊？瞧不起我们单身狗啊？我可没有歧视你，你感情什么状况我一点都不在乎。我就告诉你，你的铁哥们儿马上就要面临家庭破裂的情况。当然了，可能现在还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我们要把一切可能扼杀在摇篮里，不然的话他以后就可能面对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、老无所依、孤独终老。严重了，严重了，就是这么严重。笑，我一会儿啊，就让你想哭但是哭不出来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坐下。倩倩，你这坐下，没你这样的。收拾。哟，骨头还挺硬。行，明天朋友圈见。吃啊，走！哎，留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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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位留步，息怒息怒啊！这个宋婉晴呢，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的确是很关心小鱼，但是我作为小鱼的哥们儿，我觉得这不会吧？左左，你老公你都跟他生活那么久了，你应该最了解他。哎，既然呢，你们今天问到我这个情感的专业人士呢，可以给你们一点小小的指导啊。指导？指什么导啊？你可拉倒！闭嘴！还想不想听我说了？你说，你说。这个爱情啊，就是 magic。我看他今天穿的挺像个魔术师。听我说。这个爱情呢，就像是变魔术，一个人在台上变，另外一个人在台下看，啊，觉得眼花缭乱，啊，觉得赞叹，哎呀，完美。那之前呢，是小鱼在给你变魔术，现在呢，你要跟他变魔术。你能不能别说这没用吧，说点干货。你听我说嘛。第一点呢，不要因为你们在一起时间久了，就可以放纵自己。就可以在对方面前的样子是完全无所谓的。No， 男人是视觉动物，不要让他对你习惯，那样他就感觉不到你在跟他变魔术。这是。
我帮你，你别动，我来。悄悄哭了，姐，哪有孩子不哭的？你别。孩子哭呢，悄悄为什么哭啊？走啊，我来啊。哎，妈。好了。等你回来。哎呀，好了，妈妈爱爸爸也爱你呀、啊，也爱乔乔，对不对？怎么回事啊？好了，不哭了，同学。哎呀，不要哭了，我也想哭啊。第二点呢？那就是兴趣爱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。我相信小鱼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。好，比如说，他有没有一个他特别想买的东西，但他舍不得买啊？记住这个措辞，是舍不得。也许呢，他是怕你乱花钱去买，那你就用计划外的钱去买这个东西。到几点、啊？没到几点啊？苏总说要向集团汇报，就先走了。我不是问这个。那问什么？行，你就当我没问。有病吧你？我有没有病没关系。你主要看看赵佐佐有没有病。我们两口子的事，用不着你在这瞎商。回头说。哎。我来试一下。四弟还跟你打声招呼，我跟集团汇报了，集团说通过了你的产品策划方案。真的？我连夜帮你做了一些内容上的调整，包括一些错别字啊、不协调的布局啊，所以就顺利让你过关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时间太赶了，没来得及检查。那你能怎么谢我呢？我请你吃饭吧，你想吃什么，我随便挑。你这也太没创意了吧？那你说吧，只要不伤天害理、违法乱纪，什么都行。啊，那这样吧，明天晚上有个朋友请我看场音乐会，你能陪我一起去吗？别的吧，我对音乐。不太在行，我不懂那个。谁规定去听音乐会一定要懂音乐啊？听歌总会吧，就当陪我听歌了。行，我就当知恩图报，感谢你对我的知遇之恩。那一言为定啊。好。到点了，到点了，吃饭了，对吧？吃完了饭饭又睡觉了，睡完了觉要拉屎了。奶奶给你拿奶去啊，热奶了，都吃饭了，吃完了饭饭要拉屎了，我的个天哪，这个奶稀的呀，这怎么吃得饱啊？你说这，哎呀。早晨奶奶这个鸡蛋就没有吃，哎，派上用场喽。哎，我们必须得吃点蛋黄，啊，有营养。完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奶奶手没洗，奶奶要洗个手，啊，宝宝乖宝宝，好，奶奶消消毒。来了，我们先拿这个蛋黄过去。我跟你说，乔乔，你爸爸、奶奶就是这么喂大的。哎，你爸爸吃的，你看身体多好啊！来，
先抿一点。玉环芝是吧？好吃，对不对啊？我们饿死了，对不对啊？来。哎呦，好吃，好吃。好的，慢点，慢点。来，再吃一点点。再吃一点。好吃不好吃？哎呀，好吃，对不对？真好吃。尝尝味道先啊，不能一下子吃那么多，知道吗？下次，下次。饿了。还要吃啊？不行了，奶奶不能给你吃了，乖啊。我觉得这块还是有问题，我还是需要一个大一点的，给客户一个大一点的私密空间。对，我们这儿再重修改一下。左左，把 B 栋的图纸递给我。左左，您说什么？要哪栋图纸 ？B 栋的图纸。怎么回事？这么慢？我这鞋穿的有点不太对。你要是连这点活都干不了的话，就赶紧回家休息啊，不用工作了。就是在家待的，活动量太少，不过我会慢慢恢复的。左左，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吗？你就是这份工作来得太容易了，你根本就不懂得去努力。你知道咱们公司有多少员工想来这个工地工作都来不了吗？赶紧给其他人打电话，说图纸有调整，随时准备待命，开会。好，这儿没有信号，出去打。工地外面。要走到工地外面啊？对。那一会儿我是去 B 栋找您是吧？马上回来。怎么了，老婆？啊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我脚痛。脚怎么了？受伤了？我们公司不是要求大家上办公室都要穿高跟鞋吗？谁知道他们今天让我下工地了，人家那个 A 的有经验，随包就拿出一双平底鞋，我就穿着高跟鞋，哎呦，在工地里走了一天，我觉得这脚都快断了。哎，早就跟你说过了。说你现在这个状态呀，不适合工作，吃到苦头了吧？不听老公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你怎么说就是不听呢？不赚能钱不回头。你说你，怎么着？你还想顶嘴啊？女人千万不要强势，这是第三点，因为男人最讨厌的就是女人强势。老公，我觉得你说的都对，真的，我就应该乖乖的在家里做一只小猫咪。怎么突然这么温柔啊？老公疼，老公疼啊！那你喜不喜欢人家这么温柔呢？喜欢，好喜欢的。刚回来两个人就腻腻上了，你说我的呀？
不行，我还有那么多的工作，你不是要做吗？没什么，我计划书还没写完，我先去写了。去，快去，快去。君呀，乔乔，想妈妈没有呀？有没有想妈妈？动了根筋的。哎呀，乔乔，他那个嘴角怎么有点黄啊？啊，那个不是，这灯有点黄吧？啊，你家灯黄吗？那我看谁的脸色都有点黄。哎，你最近干嘛在减肥呢？我没有啊。不是，那我怎么觉得你奶水那么稀啊？我真没减肥。不是，你现在不能减肥啊，孩子，要不然营养不够。那有骨头汤，赶紧炖好了去吃喝吧。有骨头汤啊？给小鱼也端一碗，你赶紧走开。那我好。哎呦，看到我？哎，左左，你没事吧？你脸色看起来特别不好。啊，没事，我就是觉得突然有点胃疼。我还以为你今天看了股票呢。股票怎么了？新闻上说今天的股票都跌爆了。啊，是吗？左左，你这是买了多少呀？跌绿成这样。没事没事，股市嘛，有涨有跌，今天跌了，明天会涨回来。你真没事吧？要不要我给你倒杯热水啊？谢谢啊。没事。左左，这股票啊，真的不能买。我上一回买了股票，全给跌回去了，现在想想都后怕，所以这股票不能买。没事儿，那个有涨有跌嘛，过两天就涨回来了。能耐了你啊！还敢玩股票了？现在被股票玩了吧？人家是赚得多才输得起，你呢？赚不多输不起。我也不知道它会跌这么多嘛。你给它拿出来呗。拿出来？拿出来我就破产了，我所有的私房钱都赔进去了。真是服了你了，谁让你炒股的？我也明白啊。不是他建议。说，哎，你要去买一个小鱼喜欢的，但是又舍不得买的东西，我才会想到我炒股赚点钱给他买个机器人嘛。哎，你别不说话，你安慰我两句好不好？哦，好了。你看是这样，这件事儿呢，小鱼还不知道，所以呢，这个惊喜也不一定送不成。这个月不行，下个月了。你不是已经有工作了吗？想办法多赚钱。加班替别人加班，分红接私活，反正就是多赚钱就好。有句俗话说得好，越努力越幸运，说不定下个月股票它涨回来了。应该是这个道理啊。就对了嘛，我呢现在就要去唱歌了，别这儿装怨妇了，该干嘛干嘛去，咱们兵分两路。我回家带，走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中间的时候睡着了。看来你是真听不懂音乐会啊！本来想着中间咱们俩可以交流交流，哎，我是真没想到你从开场直接睡到了散场。哦，有那么夸张吗？嗯，睡得可香了。咱们去哪儿啊？我回家。嗯，那我送你吧。哦，好。婉晴。哎呀，你可走得真快呀，我都差点赶不上你了。哦，节目结束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婉晴，我们俩之间的事儿，你真的不考虑考虑了？我对你可是真心的。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不合适。为什么呀？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。我有喜欢的人
哦，你好。你好。哦，我突然想起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改天我请你们两个吃饭。啊，再见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啊。这是？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他纠缠我好长时间了，我实在没办法，今天刚好碰上了，我就拿你当了挡箭牌，别介意。啊，没关系，苏小姐。以后能不能别再叫我苏小姐了，挺见外的。能不能叫我婉晴？行，婉晴。我送你回家吧。好，走吧。谢谢啊，苏小姐。怎么又叫我苏小姐了？哦，那个婉晴。今天谢谢你，你别多想啊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找个人陪陪我，谢谢。我陪你挺正常，你是我们最大的客户，不陪你陪谁啊？就因为我是你的大客户啊？咱俩之间除了工作关系，不也是朋友吗？是，当然是。嗯，作为朋友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啊，你问。你觉得，在你眼里，我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？没事儿，你就说吧。咱虽然是朋友的，但是也不是那么熟嘛。但是我觉得你是个挺有能力的女人。刚才在我听你说那些 VR 有关的国外的那些信息，我都觉得特别的新奇，特别兴奋，真的。没了？嗯，没了。也是，你对我还不了解。找个机会吧，我跟你说说我的故事，也听听你的。好，那咱找个机会，我到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谢谢啊，苏总。早啊，早啊，早！你们要去忙了哈。啊，刚才艾德通知说是我要有个项目要亲自上，等一下去会议室挑选助手。嗯，好，那你们去吧。你不去吗？我去了也没用，你们先去吧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？没接到通知吗？我接到通知了，可是按照惯例，我是新来的，还没资格去吧。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的，不过我又说了，要从整个设计部挑人，你要是不去，怎么能叫整个设计部？
那就是说我也有资格参加。别废话了，赶紧的。我们长话短说吧，相信大家已经有所耳闻，很快会有一个世界级的设计大赛在苏州举办。由于这次大赛是在国内第一次举办，所以公司十分重视，我们一定要力拔头筹，所以我要在你们这些人里面选择一个参赛团队，最优秀的那个人将以我的临时助理身份出现。具体要选谁有想法了吗？考核，考核题目已经发到大家邮箱里面了，你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。一个小时时间会不会太长？足够了，散会。设计啊，苏小姐啊，感谢你对我们公司的厚爱。您放心，集团投资在我们身上的每一分钱都不会白花。资金是到位了，但是我对你们公司的人事安排有点担心。啊，那个，这件事儿嘛，这丁总，我听说郑总还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是吗？是，嗯。所以上次那件事情，你并没有引起重视啊。我知道这件事儿对集团的伤害比较大，但老郑毕竟是我这的老臣子，苏小姐，您看能不能让我再跟他好好谈谈？我知道，郑总是您的人，所以由您出面解决，当然最好了。但是这事儿得尽快，不要影响到集团跟你们的合作。好好，还有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集团没有追究，继续给你们公司注资，那是因为江小鱼挽救得当。所以，知人善用也是集团是否会为贵公司继续注资的一个重要指标。我明白，苏小姐放心，江小鱼会得到他应有的奖励和补偿的。哼，你这表情到底是满意还是不满意？这个设计有点意思。我基本上断了他们所有的路，没想到他会利用反光面这个办法。给我看看。赵左左。他不行，为什么？赵左左的情况你大概还不了解，他比较麻烦，刚生完孩子，现在呢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照顾孩子。你说的这些
似乎跟他能不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没有关系吧。我要的是结果，叫他来见我。不是吧？我没有听错吧？真的是我？你先别太得意，跟着魏有工作，不像跟着我，偷个懒开个小差还能混得过去。魏有是个要求很严格的人，如果不满意直接辞退，没商量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努力的。哎，小鱼，找你半天了，你这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做测试呢。先别测试了，跟我走一趟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干嘛呀？我没测完呢。有好事儿，有好事儿。什么好事儿啊你？干嘛？你过来就知道了。那个，我宣布一下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江小鱼升任咱们公司产品部经理，大家以后要积极配合江经理的工作，来，欢迎江经理。好。丁总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是不是搞错了吧？你看这个小鱼啊，都高兴得糊涂。有什么搞错的？你替公司完成了苏小姐所有的要求，理所应当升你的职啊。不是，我才来几天啊，这有点不合规矩吧？咱们有什么规矩？创业公司奖罚分明，你替公司立了功，当然需要奖励。那郑老师他去哪儿啊？这个老郑呢自有他的去处，你就别管了。今天晚上下班，这各个部门的主管都不要走，咱们给小鱼庆功，好吧？小姐，晚上您也一起吧。好。好，大家接着工作。江经理，祝贺你，以后要请你多多关照了。哎呀，那苏小姐，您别取笑我了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那你忙吧。哎。赵左左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魏奥老师你好。不用叫我老师，这里也不是学校，叫我魏奥就行。对了，上次那个渐冻人居家改造的设计，那个滑轮是你自己想的？对，是我想的。我记得当时现场还有录像 ，A 蛋他们那儿应该有视频。真的很不错。这样，你回家好好准备一下，周五跟我去苏州。周五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没问题，我就是觉得这一下来的太快了。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找别的人选。哦，不，合适的，合适的，我会克服一切困难来配合的。周四来公司，我们商量一下策略。另外，关于大赛的相关事宜已经发到你邮箱里了，好好研究一下。好。没什么别的事情，我就先出去工作了。去吧。能够冒昧的问一下，如果比赛能拿奖，我们奖金有多少吗？还没开始工作就考虑钱的问题了。我就是好奇想问一下，俗话说得好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。这次大赛的奖金不会少，分到每个参赛员工的头上一两万吧。那就够了。什么够了？那就够多的了，够多了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出去工作了。
放心 ，no problem。苏总，玩游戏骰子会不会？不会。那我们敬你一杯。你没走啊？你不用演出吗？上吊我也得喘口气儿吧。哎，你帮我琢磨琢磨，这丁总怎么性情大变啊？他不是跟他郑总是铁磁吗？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？有人替你打抱不平。谁呀？才回来，你看看，哎，白天好端端的啊，你看他晚上，傍晚的时候发的这个东西，你俩吃什么了吗？没有，就存奶啊，冰箱里的，背后还好，还有那个土豆泥啊，还有那个米粉什么，平时都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。哦，乖，你确定没吃什么其他的？没有。啊，不哭！哎呀，怎么哭成这样啊？不哭，那要不咱们快挂急诊吧？挂急诊吧。那我们在那个路上边走边给他打电话。你把他那个衣服拿着。啊，我知道。您先去挂号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啊，我去挂号。好好好。理想的家乡。